Yuda，Yuda， 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要找他回去。那你来，进来。你不是Yuda吗？对呀。变成哪个样子了？他都像个小浣熊。小浣熊啊。 Yuda漂亮吧？都变肿了，变肿了。它是不是Yuda呀？我看不像。怎么哪里不像了？我觉得它的耳朵变小了，小鼻子也变小了，就颜色不像，哪里都不像。我觉得，就是跟以前就毛不一样了吧？这。 你们是不是带这个狗狗去泡水去了？把这个狗狗原来的颜色，人家不是黄的，全泡黄了。你自己跑到这个泥巴地里走一下，你的脚是不是也黄了？是吧？那这个狗狗变成这样了，你喜不喜欢它了？喜欢，喜欢。那它是不是你的Yuda？ 是，那你要带他回家吧。要。哎呀！你等一下，你就走了。对呀。我给Yuda洗完澡，他还没有给钱呢。我没钱。那你去找你的大人呢？好吧。 都变成哪个颜色了？这个颜色了。嗯。你是不是要给钱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没有钱了。钱就是没钱。 老奶奶，我没有钱。那没事，没有钱，你来我看看。没有钱。你过来，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没有钱。没有钱，不要了，好吧？老奶奶不要你钱了，好吧？我真的没有钱。你没有钱，我不要你钱了，你不哭了。 你没办法，那老奶奶有办法，我不要你钱了，好吧？那你不哭了吧？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啊！那你要不帮奶奶干点活啊？干活。你看奶奶这满地的纸，奶奶哎呦，我腿也疼，你给奶奶捡起来啊。好吧。啊，把它扫扫，好不好？ 不会扫地啦，你不会扫地，你给奶奶捡干净了，你就，好吧，奶奶就不要你钱了，好吧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 那你有钱的时候，你来找奶奶好吧？好吧，我才4岁，所以才没有钱。那你记得你欠我多少钱呀？我有多少的，给你多少吧。这样了，你家住哪？我去你跟你爷爷奶奶要一个。我家很近。哦，9楼啊。 这是要你吗？哦，那你家密码是多少啊？你告诉我呀。哦。好，谢谢你，我晓得喽。哎呦，跟奶奶说什么？拜拜。家里密码都知道了。 这就不是100块钱的事情了，这是有多少拿多少的事情了。
是你的优达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我的优达也变奇怪了一点。你看，你看我的小豆，你看我的小豆。你的小豆呢？在这里。那个就是李小豆。对。那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来看看你的这丸子吗？我怎么觉得是那个婆婆把我们整成这样的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婆婆有恶意，婆婆有恶意，想把我们骗过来，还我们的挑战太